早，大家早哦！今天早，金金早，早六半早，金恒早，盛明早，小小早，银方金早，安佑先早，等我一下，等下就进去了。去警察，下午见，好嘞，晚上见呢。 吃一下早餐。
一下就过去了。你好久不见，拜拜，谢谢啊，谢谢，阿里阿多，老乡，他写一系列广告，谢谢啦。这怎么过瘾吧？你怎么没讲话？过瘾，哇！你怎么没讲话？要来加水。写一个啊，写一啊，写一好啊，对啦。你怎么没讲什么时候了？写一杯，写个小给你啊，来。我来讲，一包一千块，六十块吧，安尼好吧？羊油面茶，素面茶。我以为一千几只，哎呀，我一千块六十。哦，三毛钱啊？那你先弄。啊？一箱多少？一箱有八百。一箱有。还能得？得。六，这六个。今天有香鱼哦。好，千公，哈，把这个给他。哈哈哈。开始哟，一千五百，一千啊，哎，得一千块。哎，过一股哦，现在天水来这，来这一两多人，好给我，得一千呐。你不要法拉吗？一千块。你倒呀，倒一包八百啦。是啦，嘿啦，弄个条条鱼肉，什么鱼肉？八百哟，八百几包？三包，三包三百块。我问一下卡拉哈，你刚问啥？什么物件？无无，今日拢大只的。哦。好啦，你咪回来，你咪买。你今天有卡拉不？今天没卡拉。今天就棒棒腿没有卡拉。棒棒腿有啊。卡拉是有一种小金的仔。卡拉在丰原。爸爸，我这个先呀。对啊，今天没有卡拉。你想过一句搞摸起来，我用了，起来我顺带捡了。为什么想到的？增加我。啊？两包。哦，两包。啊，这先捡了。来，二姐。来，鱼圆两包。哎，走路。阿姨。哇，哎呀，两包，哎呀，两包用不哩两个，咪两包用不两个？对啦，因为用，你个爹哥，我两个把人咪挨。用，咁样嘛，计计分啦，攞个我哋计分啦。来，老谢，来，够无？哇，表姐，你三分啦，好。好那个是阿根的女儿。
那是阿健的女儿。来，过来，为什么留鱼？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今天是不拉包了没啊？后来摆出提包。哦，好好好，还可以不嘛？哎，你讲还好。啊，睇下咧，睇下咧。一箱偌济啊？哈？一箱偌济。提包啊？做大箱的哦，二十斤的呢。二十斤我是二十斤到底啊？二十斤到二十斤啊？二十斤到底？二十斤够济呢。二十斤，十二公斤嘞。2400呀。龙，他打电话给你 ，OK。等一下，炸一下桌面有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有在那边，整包的，那是无刺的。我叫他卖，叫他卖。一刀。什么味道？吃啊！好，吃。哦，这七八。好 ，OK 了。加烧炉没有？高松哥，招品来，招品来。刘小亚早，阿布拉早，小齐早，士兵早，国庆早。哇，你过来给我两个两斤一包了。有哎，大只的有哎。有三只大卵丝，要吗？一包不能买，过来，过一过来。有三只大卵丝哦。哎，早安。快过来。哎，你三只卵丝够五块来不？五块啦。卵丝多了。卵丝。有啊，几多？我不买啊。蓝色箱子，蓝色箱子是吴国宇跟虾子。来看一下左手边哈，应该是红烧牛腩、鲍鱼、手卷、萝卜糕、贡丸、海鸡母、蛤蟆、鲑鱼骨、鲈鱼、虾卷、安沙花枝。来，抓饼过来，抓饼过来。石目鱼里脊、石目鱼肚、香鱼。好，我叫买。鱿鱼花、鹅啊，来，我想要抓饼呢。石目鱼，送抓饼。好，右边就是那些。沙白鱼啊，沙白鱼哦，来，沙白鱼多。看两斤啊，两包。我菜老贵，好。第阿姨排下来的。菜老贵。沈香君早。三百一啊，三百一，三百一，三百一。哦，三百一两杯两百了。贵一啊，好贵，等我。三百一两杯两百。嘉宾你懂咩哦？两杯两百来。
这些收来两只两百块了。太多的地方。啊，我先要收来。好，注意啊，我镜头的。来两百块了。好，现在200块，收来。好，来200来。来。为什么收来耶？无啦吼。包鱼几粒的，来，包鱼几粒的，我冒一箱了。多，一度啊，一度，那边你要整包，他应该是他那个整包的哦。他哪了他？等一下，等下问。等下卖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价格多少。800，两包，太多虾没有、哦，来，我想要鱼豆，两包，对，800块，哎呀，可以点点嘛，再见你，小心啊，没钱啊，没钱拢没钱，一包哈，来再给我包，800块了。